片一路咧就播呢条嗱片色就麻麻地嘅啦，佢话就影到咧个天上边咧就有观音显灵嘅片段 ，OK？ 嗱，如果假设嗰道光系一个观音显灵嘅话咧，有几似系我哋由细到大觉得观音像嗰个造型，系一个骑龙观音嚟嘅，系骑龙观音。嗱，我就想问下啦，即系林师傅，嗱，你睇成个片段里边。你覺得是觀音顯靈啊？點解一個雲層的變化？嗱，雲層又好少咧，係直上嘅喎。同埋佢係呢個片段是有分幾鐘，即係持續咁樣 keep 住都係呢個形態啊。唔係，所以呢個應該唔會係雲嘅。嗱，因為咧分幾鐘，所以咧亦都不能做假。係啊，而家你唔可以做分幾鐘咁樣嘅。唔係話定格一出現閃一閃過咁樣，而係因為就天空嘅異象，因為真係觀音顯靈嘅啫。地球上邊即係咧天文現象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解釋，但係呢一種解釋雲層向上升而又定格喎，呢個真係少有，係咪少有啊？零零舍舍嗰嚿雲係又反咗光咯，係咯，係。